这是我们前中国国足的主教练啊，著名的足球教练朱广沪朱指导，也是上海市足协的主席，他给了我们这次比赛很大的支持。接下来我们掌声请朱指导给我们特别鼓掌。希望你们成长得越快，赶快能够挑起中国足球大梁，你们有希望，加油！加油！谢谢谢谢朱指导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朱指导。我在现场看了你们红队比赛，我特别兴奋，这么好的一批孩子，你怎么搞的这个队伍搞得这么好？真的，祝贺你，祝贺你啊！这批队员，最好别让他散了。如果在一块的话，我绝对相信能出不少队员。所以这个队伍如何能够给他创造更好的平台和更多比赛的机会，可能这也很重要。我真的特别有信心，在不久将来，我们肯定在足球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身仗。这是我们中国的青训的教父啊，很多很多中国优秀球员的教练徐根宝徐指导。徐指导，好好好，就你们现在比赛，场上你是合理性，那种那个敢于往前，敢于突破，啊，尤其是门前的那个吊门的，刚才十一号守门员出来打门的，跟成年队没什么的。你们就看你们慢慢的成长以后，自己的人做得好不好，这是最重要的啊，还是要讲人品啊。是啊，你不能再做小球霸或者什么，那进球你表示可以，像刚才十号十一号，但是跟大家都要团结啊，这是一个团队，不是你一个人。人首先做好学生啊，做好人。如果你们见识十年，能够超过现在我们这些国家队那些，啊，娱乐他们，那我们国家队走向世界啊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，可能就有把握了。啊，希望你们成功，啊，希望你们成功。谢谢徐指导。谢谢徐指导。有机会，我们去到徐指导那个基地去，再去看望徐指导，好吗？好。来，咱们跟徐指导一块儿合个影。